这边是我住的工作室，然后地板上都是白蚁，就只要每次到这种梅雨的季节，然后白蚁就像这样子，就这样全部跑出来。脚下的每一步都是踏在白蚁的尸骸上。他是音乐创作人林先生，几乎真的超崩溃。2017年6月，以18000月租租下台北这处70年的老房，还砸了600000重新装潢。没想到，就是有关木头材质，应该都就是已经被蛀空了。像比如说，你可以，我再稍微敲一下，像，今天我用，还有虫跑出来，我用手这样一推，就是你看到这边还有一个虫。门框几乎被蛀空，装潢时又有别的状况。外面下雨，隔壁房客天花板跟着滴滴答答。林先生也有同样问题，3年前先带电60000元补墙屋顶，但他说事后这笔钱房东竟然要跟他要。至于困扰已久的白蚁问题，还被房东反过来指责谁要他乱装潢。反正他就是不想理，就是不想理。然后我连报价单什么找专家来勘验，他就完全不想理这件事情。然后之后就到结果是他居然结果是希望我能用杀虫剂自己喷一喷。被你们调解是失败的。调解是失败的，对。房子租你的，啊，你们又给我重新装潢，花生有蚂蚁，那个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事了。你用什么材料去装潢，我也不知道。叫他去跟告我好了嘛。双方还曾上调解委员会，但房东有意见，两次调解都不成功。租房子租到这么不愉快，林先生打算收集市政，采取法律行动。三选高雄受怎样投的？